好，这是 Iris 的新款305模型，也是采取的是 Voice Control。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使用。首先我们可以用 Voice Control 去把它打开。Hi Alice。Massage on。当每当与爱丽丝交谈时，只要先说一下 Hi Alice， 然后呢可以跟她说 Massage on, Massage close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椅子进行了平躺模式。然后椅子呢会先开始进行轻柔的按摩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，它已经打开了。这时候呢我们随便，它已经在进行测试，进行检测。我们这时候随便按一个键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它也有一个运行的过程。然后按一下这个键，可以看到现在在comfort模式。这台呢型号呢是总共它比基础的型号呢只有六种模式，这台呢属于 middle level 中间档位，它有12种功能。虽然在那个遥控器上面只显示了1、2、3、4、5五种功能，但是我们在这个 mall 里面呢还有更多的模式。这个 mall 里面呢我们有包含了7种模式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，比如说像现在我选择了 A1，可以看到遥控器它上面变成了 A1 呢是全身按摩， A2 护椎按摩， A3 疲劳修复，主要是针对背部四肢做到放松改善循环，迅速缓解疲劳。然后 A4 呢是舒筋活络， A5 呢是美臀塑形， A6 安神助眠， A7 是全气压，会进行深度按摩。所以说呢，这台呢它的特殊点在于，如果有人他长期做了一个建筑工，他会长期有腰部以下尾椎骨以上的疼痛，这时候呢就可以选择 mall 里面的 A5 功能。它的滚轮，大家可以看到滚轮会往下逐渐按摩到这个地方，会专门进行美臀按摩，是美臀塑形，适合男女通用，所以它是这台椅子特殊的地方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，在我们的足底是有一个很强的滚轮，会按摩到足底，会进行深度的按摩。然后呢小腿会进行揉捏式，可以看出这台呢也是可以进行揉捏式的，不仅有 airbag 的挤压，还有揉捏式，会帮助揉搓小腿，帮助瘦身啊按摩都可以进行到。比如说像有些女生啊她比较疲劳，或者是像我们做销售的站得比较久，这台呢就可以晚上回去进行深度的揉捏模式，放松肌肉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有一个 heating 呢就是说可以加热，可以看到背部这边会有一个加热模式的打开。然后这台呢它是就说比如说你要按摩某个地方呢，它是需要自动调节的，先按摩这个键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出现一个定点模式，这是定点模式的键，然后你可以往上长按滚轮，就会往我们可以看到这滚轮就从下面一直往上走，也可以长按进行往下，就是调节到这个定点位置。因为按摩椅呢是可以从头按摩到尾的，可以做全身的按摩，所以说你们要如果要按摩哪个地方，或者觉得说因为不同的功能呢它有不同的按摩路径，当你要选择定点模式的时候，你就会记得选这个键，然后进行调节，然后再按一下这个键就会开始进行按摩，就只在这个位置按摩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这个 time 键，可以调节时间，这台的时间呢是从5分钟到30分钟不等，大家可以依次进行调节。然后有12种功能，然后可以调节肩膀的位置，可以看到这边会可以往上往下进行调节，让滚轮调节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。这边呢有 air pressure 就是关闭，主要是操作关于 arm 手臂跟 feet 脚的 air pressure， 可以同时打开进行调节。然后 intensity 呢是用来调节力度的，比如说现在在3档、2档、1档。可以进行调节，然后呢这个是可以调节它的速度跟力度，还有它的 modes，
墨子呢是有五种按摩手法在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里面会显示出不同的按摩手法，有击打式、揉捏式、刮痧式和拍打式，还有指压式跟提抓式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功能去调节到自己喜欢的模式。然后这个呢是 foot roller， 是调节足底的滚轮重量的，可以看到在这边现在是一档比较轻柔，你再按一下二档三档，所以说要喜欢轻柔按摩的人可以先调节到一档，因为这台呢它是足底的滚轮比较大，会比较深度按摩，长期有足底疼痛的人可以会特别喜欢这款305。然后这个呢是做小腿揉捏的，可以调节到小腿揉捏 leg kneading， 就是说是这边是它的揉捏式模式。以上就是305的介绍，然后你们要是想要关闭的话，你们也当然了，在按摩过程中多程度呢它也有依然进行到17种选项，你可以跟 Alice 进行聊天谈话，你可以用遥控器进行手动控制，也可以用语音控制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用语音跟 Alice 说我要调节哪一个位置，我要按摩哪一个模式，都是可以的。以上就是305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